只毛毛虫的身上抽取了它的 DNA， 然后呢，复制了第四只毛毛虫摆在它后面，所以严格的讲起来呢，第三只毛毛虫回头所看到的，就是它自己嘛。不对，这种答案从哪边抄袭而来，我们就不予深究了啊。不过我们对这位年轻的男士啊，表示十分的谅解。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啊，我们听说他最近刚刚跟女朋友分手了，也听说在分手之前曾经试图抽取他女朋友的 DNA， 好复制两个摆在家里头折腾。好了没有？宣布答案，宣布答案。答案好的，三只毛毛虫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就是我说谎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以最热烈掌声欢迎这两位相声民俗艺术家顺天笑、王地宝。顺天笑，王地宝上台鞠躬。我们都知道 A 相声是很不容易说的事情，是，所以哎，就有人啊，把它啊，写成了稿子。哎，您今儿个是不是带了什么稿子来跟大伙儿分享呢？我是带了一份很珍贵的稿子。太好了，赶快拿出来念吧。可以念就念了，就念了。我两份不知道念哪一份，就这份好了。对，这个年。头都变了，年头，年头都变了，该你了，有一个虚字。咦，那这个字要念，哎，再来一遍。这个年头都变了，咦哎。从前结婚啊，都是父母之命，没少说没说之言。从前结婚新娘子都坐轿子，叫什么？新娘子一坐上轿子就哭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没有。为什么这里写的不太详尽啊？其实我看我们大家也不是这么关心他到底是为什么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事情他那个可能就是过去的人他讲究的就是啊，这个缘定终生可以吧？很好啊，继续啊。现在这人他讲究的是缘定终头。
原定钟头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一个钟头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的缘分啊，就是说一个钟头之内就从恋爱认识啊到分手了。有这种事儿吗？到处都是。你有这种经验吗？不得不有。聊这个，聊聊看，聊这个，就聊这个。哎，好，那我就这种事，我专门我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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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能不能不要再卷舌了？蛮累的。我昨天下午在家里睡觉，睡午觉，不，睡晚觉。我是计划睡到晚上再起来吃我的早饭。您真有规律啊！没办法，我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嘛。好吧，啊，我在家里睡觉，睡了一半，突然间电话响了，哎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原定钟头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讲呢？你听我说啊，我在家里睡觉，突然间电话打录机响了，讲完话之后，哔的一声，对不对？然后对方是一个女孩，噼里啪啦跟我讲了一大段，讲什么呢？我是挣扎了很久才决定打这通电话给你，我不管你对我什么样的看法，我还是决定要跟你分手，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被夹在幸福和痛苦之间，没想到我是被排斥在幸福和痛苦之外，虽然追寻的本身就是一种收获，付出的代价就是一种取得，但是我宁可断不可乱，那节目断电回来我要给你一刀三断。什么叫一刀三断啊？那还不就是三角恋爱嘛，是吧？一刀两断的话就便宜了某一方了嘛。你可恶哦！啊，你又摧残民族幼苗哦！我摧残什么？你自己检讨没有？我检讨什么？他根本就是打错电话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要告诉人家打错电话了。我当然跟他讲啊，我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打错电话了。”他怎么讲？他顿了一下。那我不管了，你也一样了，你们男人都一样了，贱。这样不公平哦！这样不公平哦！不客观哦！不客观哦！这样讲有失理性哦，这样讲有失，是我打电话你打电话，你这么莫名其妙的啊。小姐，我没有说你莫名其妙，我说你这通电话这个有失理性哦。他怎么讲？那对不起，就算我又失去理性一次，最近总是这样，不是去玩火就是被火玩。哎，我叹了一口气，人生嘛，在许多过程当中大家也不太敢去问什么结果的了。说得好。哎，小姐下午有没有空，我们出来见个面嘛。你约他？他答应了。真的？我们的缘分就从这通电话开始建立的。哦，哎，我们决定放下电话之后马上去见面。去哪里见面？在那个仁爱路敦化南路口大圆环那边，有没有？哦，我知道，那个新学友。干嘛呀？双盛冰淇淋。不对了，远东百货。何必呢？那一定是温蒂汉堡了。主要就不是温蒂汉堡了，跟你讲在大圆环那边嘛，你就非要讲了四个角干什么呢？圆环中间哦。有人说旁边吗？